个人知影这啥物无？有人知无？你讲出来，有人知无？肉卷啊，鸡肉卷，这是鸡腿卷哦，鸡腿卷哦，这不是纯卷哦，这鸡腿卷哦。你一个用煎的，一个用煎的，用气炸锅，用烘的，四样甲做了，你一家你会挑嘴哦。一个人摕十条等于，卖少八百，卖少五百，十条给你。一边五个人给你吃八条，要煎要烘要安那凊彩，你乌白煮乌白好吃，就是鸡腿肉才简单。一边五个客人，两百了，来两百五个，两百块十条，两百了，一条鸡腿卖你几十块，两百了，五个。三个、四个。五个。你还几个？最后两个两百，还佫一个无？来，中包，中包。宝宝马上需要吗？来个爸。爸，这是哪？这边卖的哦。这够人要吃，恁够无吃牛的无？这铁板牛肉够人要吃的三百了，三百我肯定炒炒的了。三百够要吃的三百块，牛肉感觉有，牛肉感觉有。三百够人要吃，无一百搁送你三百，一百搁来，一百搁来，无爱了啦。我无吃拢无恁啦。三个饼钱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后边一个，两百最后两个两百块，两百块，其他个差了啊，两百块，包括了啊，客外顶工啊，最后搁一个两百了，包括，这两包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了，一百块，这边卖的哦，顶后要吃蛤蟆，鳕鱼敢有？鳕鱼我马上去过，好啊，三分钟好不好？那个米豆加鸡，米豆也是，那米豆鸡哦。三个人给钱，第四个你卖给钱，其他竟然无着急，先给钱，先给三块，三块钱无着，三块，先给钱，给三块无着，一个，好，结束，卖给啊，给你几万，好啊，无啊，免给啊，落去快，紧嘞，三块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还好满意啊，你有兄弟吗？卖东西就是这么简单啊！我还满意啊！这件棉袄也都要做生意的，哎，叫客气嘛！这件棉袄也比我出力好嘞。来，个人买只件棉袄，两百块上面只两百块，两百上面只件棉袄两百块，两百块两百了，两百块两百块，现场，多少只有努力要两百，包括两百。送给你，收掉。来，到人知影这啥物无？这叫贵妃包片。这贵妃你食，这等于吼退兵来当食免煮哦。你老搞买鸡啊，还是买脯了？人一包你甲退兵甲南门一家你调了。伊本来你安怎用？薄啊足水的，高丽菜去切一个薄底，一包退兵俩白面俩白醋散的，摕出来你的面前250块要甲你收啊！今仔要食贵妃包的人家，我一届收一届钱，卖500、800，唔免做一届来，三包上面食300块了，贵妃包300了，收钱了啊，300了，300块收钱去吧，花了，当然花大声的300了，300了啊，300块300了，搁一个人客好不好？卖两个闹鬼呢，300搁一个好不好？后边搁一个。一包鱼啊，个两包就500，300了啊！这两包送你，一包75块，你买对买这贵妃包，一包搁送你300，多少钱个？一包卖60块，两边可以有啊，这300了啊！你啊一个两分的对不？两包，4包、5包，到嘞！一包、两包、三包，4包、5包，300了。再一个客人300，搁一个人加300好不好？贵妃包真正好食，退兵食食，包括300，一两个哦，一个两个，300去收钱了，300了。金龙沙洗过，300袋子给我，袋子给我，包滚。300个要吃贵妃包无？真正好吃啦，我袂甲你骗啦。来300个买来无？300块。300个买来无？啊，这个敢要吃？包滚300，找人包来。300个买来无？300。最后一个好处理好无？好啦。300最后一个好处理好无？300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唔好买贵，人肯定可能惊你买啊少包的，啊你试一下，我买800落来，800好不好？美女好吃哦，800块落，你没有买到800落，可以买20啊。800好不好？180，你没有买到，你先买100包试看看，好，800块落180，800够买几下不？800够两个人给800，800够两个人给800，800够两个人给800。台北的，这份糕你敢会收济无？才中两包，落去过包过300，迄两包送免钱。卖物件就是安尼啦吼，哎，该医生啦，该医生，台北来到这你无医生，我会对不起。来，你甲迄个白大人讲要食大块先来一箱。我这个白大好了，来甲你画一铺雪鱼啊吼，来。啊，拄仔送去那边，伫遐念讲要白大大块送。
五百四百免啦。想要吃大块、才水的白带鱼啊，来三百，上面吃三百块了。收钱以外，装修以外，三百了，装修啊，三百块了，三百了。够人要吃猪脚，猪脚够人要吃。多少客块？多少客块？三百，你几个？你几个？两百。多少你几个？多少客块？怕你后边比你白带佫来一些。智者来了。啊？好，不要不被动啊！自责，靠腰啊！最好在打招呼，最好在退钱啊！搞滚！好啊，收走啊！最好在给三百上。无啊，好啊，给钱我拿包给拿了，无啊，卖安尼啊，走。一千啊！我一千嘞。一千啊！一分的先来，一分的先来，一分的先来，一千。四百左右结束。多少客官？这我那只有跟等于是。我跑孙啊！这三地都要上一边钱。啊！你甲干贝叔上好吃的客官。啊？银板你拄好随个话好无？这个上好吃，搁上俗的，我先来好无？这啥物物件？这叫干贝酥哦，干贝酥，这足俗啊，足好吃。三百面鸡啊，五面是要食干贝酥，全部做一间一边五个人加买着两百了，两百块收钱两百了。这香的了，一包安尼煎要一百，两个人安尼两百，两包单四百，三百面两百了，一包搁送你，一包搁来两百了，给我。个人要食干贝酥无？两百了，四包两百了，四包两百块还搁一个，多少给我？两百个而且嘛，干贝水加个钱咯，可以不？袋子给我。有啦，这都白咯，来，两百的，来包个两百。我把手拿去。我把手拿去。来咯，可以不？两百个而且不？这边一个人给做一下代表报销，就两百块，边搞边啊。一百了。一百块落去嘞，一百落装修入去嘞，一百落啊，一百落一百块，一百落头前还佫坐，看头前。一百落，一百落。还要五份。无啊无啊无啊，多少钱无？多少钱过来？这不是嘉义的客人吗？四百到一百块，加四百。他上次在嘉义没买到啊。四百块没有的，包括四百都无啊。四百。好嘞，放在你去后边，你要食牛腩了，头位牛腩无嘅。水果好配条啊，起来就好配条啊，哎呀，好起来就好配条。上面只牛腩全部拢无啊，剩只嘞，想要吃人给五百了，收钱五百块来。三包四包叫五百块无？两百了没有了，两百块。包括这个先啊，这个先啊，这个先啊，这个先啊。收账。趴在你身体后边休困。来，饮料一度起来。饮料一度化掉，过来刷你三手做一间全部恁啊，来。多你一毛起来。来。买谁啊？差不多买无过啊！来，多你莫加只，莫加一点点个，买，哎，臭臭皮包，好来，多你莫加，上面只一年一度诶，这鱼啊，把刚才天干来油呢，免蒸免油啊。箱子给来，箱子给一家来，三百，上面只三百。箱子上面啊，买面包箱。面包箱有啊，等一下应该就有。你三百，你给上去呗。啊，一个人加买三百，啊，剩咧才无，没有咯。你唔捌买过会惊？有两百九买过这无？上小家庭啊，两百九十九加收蛋，遐小家庭乱乱。两百九十九加收蛋，两百九十九只收蛋，卖给我多少小家庭的啊？他欠钱。我卖鱼啊，我卖过一个。两个。好啦。五元，卖了。五元卖了，系啊。蛮少蛮多个，够了。五元，足早就收了了。啊，这块蚵仔丸好食无？好食。我蚵仔丸。我蚵仔丸特别食，特别多。伊有迄个蚵仔香，蚵仔最主要食就是有迄个蚵仔的香味啊。看一下熊啊。
我花三百，恁真正无人弄的，人家买买，恁村的真正拢无爱买啊吗？你们真的不买啊？你若真正无爱买，我要甲牺牲我处理啊！台啊，敢过后边我台啊！绿色。为什么要安尼？啊，好，无紧，拢买啦，拢买啦，拢买啦。啊，这一箱尔。对。客家当个主家，无饲个啦。收掉饼干，啊，种饼干收掉全部带去。你真正无爱食这个。啊，无恁加食我，恁若无爱食，我嘛是爱牺牲我。吃好吃，别给我出价哦。伊是人八个人计，这一箱拢就十个，今仔八个落我处理啊，钱起还紧嘞，得嘞。好吃，别来出价哦，已经占起来了。七个饼钱，若无我马上随收起来。三百好，哪个管？哪个管？我大啊，挡袂住啊，真崩啊，我会使底啊。你不相信我吗？你要相信他、啊。你确定你不相信我吗？相信谁？相信。你问我好食，我话讲好食，结果伊无买，太伤我的心了。最后两个沙发上面坐，我已经提前讲咧，别当阁无处理啊，沙发阁两个，沙发阁两个，沙发阁两个。这只七个，我若卖十个，剩这两份我会甲收起来。啊，我只七个就一定爱做沙。